大家好，我是 Felix Wong。 全球大灾难新冠病毒导致很多人都失业了，我很幸运遇到了烘焙这行业，改变了我的生活。之前呢，我是做家族的生意，一家 event 的公司，每个月的个人收入呢都没有超过10000元。我是在2019年12月加入了 COVID， 三个月后呢就遇到了我国马来西亚封国，但这也不影响了我在 COVID 的生意，反而更好。我用了18个月的时间成功升上了 COVID 的经理，这也要非常感谢我的上司。这是我的上司给我升经理的奖励马币6000元，也非常感谢他们的用心，把6000元的马币呢制成的花束来送给我，这也是让我在这一生中感到非常难忘的事情。我才知道，要成功，绝对要选对公司，跟对人。感谢我的上司和我的团队 ，BKB 影响了你的生活、经济、工作、事业。相信我 ，BM 我，我一定可以帮到你。我就是随机佬 Felix Wong， 拜拜。